You where? I Singapore. I can speak Korea. 안녕하세요. 감사합니다. 사랑해요. 入围本届金马奖影后的新加坡喜剧天后洪慧芳，这次来台参与金马盛会。昨天受访时表示，能与张艾嘉一起入围已经很荣幸，一直很欣赏张艾嘉的演技，视她为偶像。她在电影《花路阿朱玛》饰演热爱追韩剧的新加坡大妈，只身一人登团到南韩旅游。네여러분들이랑같이있을생각하니까저는벌써부터좀레피곤하네요我是说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过新年。哇，甜不甜？甜。한명이비는데요뭐싱가포르아줌마片中与南韩国民爸爸郑东焕有许多对手戏。你难물어봐你好你好모르는사람이어디있어마两人双双入围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韩星吕珍九也在电影中客串演出。죽을래너죽을래너导演何书明爆料，洪慧芳上前报了吕珍九的戏，原本不在剧本中，是洪慧芳自行加戏。他搞笑说：“我都到韩国了，至少让我抱一个欧巴吧。”洪慧芳也分享试镜当天可以穿睡衣、戴发箍出门，让导演何书明认定他就是完美的阿朱玛人选。洪慧芳笑说：“我本来以为我是试镜主角的吗？原来我就是主角。”